宝贝宝贝啊，别玩啦，我们拆快递啦。你看妈妈呀刚拿了一个快递，写着玩具。对，你都看出来是玩具啦。我们打开看看是什么玩具好不好？哇，外星飞船，外星飞船。飞船是飞盘吧？飞船。飞盘，哇，有几个呀？两个呀。三个呀。放下。哇，一个红色的，一个黄色的，还有一个绿色的，这个像一个小男生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开始，我们玩一次好不好？看是怎么玩的。那你要这个，那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黄色的。我打开，看好了啊，我来试一下哈，一二三，看到没有？哎呀哎呀，不是这样子的，你再看妈妈来一次啊，看好了啊，一二出。你来一次，啾！哎呀，看我的，一二三，我的天哪！你看我飞得好高呀，看到了没有啊？看我的，一二三，哇的天呀，飞的是好高呀！这个飞盘真的是好好呀，还有一个蓝色的呢。